欢迎大家来到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四赛段，我们比赛继续。已经有两组选手结束了他们的 PK， 现在马上开始第三组。如果脱口秀有关系户，那我是总编剧，我孩子肯定就是秀二代。有一天回家说，爸，我也想说脱口秀，但没段子。我说没关系，爸有关系，但是为了避嫌，我把你安排到另一档脱口秀节目去了。喜欢看比赛，对吧？我作为观众，我也爱看。你说我为啥爱看歌手呢？就对于我这种五音不全的人来说，不比赛我都不知道他们谁唱的好听。那会儿流行穿校服，穿的特别大，越垮越帅。我也是越穿越垮，越穿越垮，穿到后门我上厕所起来我都不带提的，我就。我感觉有时候我跟我妈才是真的闺蜜，我觉得她老公配不上她。她也觉得我老公配不上我，但在外人看来两对都是绝配。我平时在西安演出，我上台我都会说我们西安女演员可少了，平时就两个女演员，你看今天来了一半，下面大哥一大半，他炸场了。我当时很生气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也不能下来发个 report， 我说避雷这个观众。我们现在一共有七位待定，分数最高的两位进入到半决赛，其余的五位要告别这个舞台了。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分数情况。